佛陀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众生依法，智慧平等。其实，咱甲佛的智慧是平等，因为人人都执着，我袂去互伊无去，只是伊有发光无？伊有发亮有作用无？就亲像讲，同款伫迄个矿个内底，同款呢，有品质遐尼好个金光石，佛陀人伊是真早就去发现着即块金光石，人伊会当自我开发，把即块金光石摕出来呢，就是爱不断的磨，不断的磨，愈磨愈金，愈金就会当光会反射。所以我拢定定一句话讲：照事人心，对哇？咱就是照世间的人事物来磨练咱的心。不多呢，甲咱教讲，咱爱观事念处，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嘛；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嘛。咱爱观心不净，那这个身躯呢，真正是足无清净的啊！咱好好来个想，咱人的身体到底会当予咱保持偌久？会当真干净？健康人啊，每一天的生活啊，透早出来去做工课啊，来去活动啊，阴暗的都爱沐浴啊，阴暗那洗身躯呢，还是同款啊，会有油垢，有油垢在那个水面里。你想，咱的身躯真正是足无干净的。佛的弟子，偶然佛有三十二相啊，偶然有三十相，很庄严。有一天啊，佛陀爱偶然去办代志，佛陀甲伊的弟子去吐蕃呢，伊对无着。伊只好就是家己呢，行家己的路去吐蕃。伊的空蕃呢，也未去分着饭嘴巴。伊看到井边啊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遐伫咧抢水，伊安尼跋窜出去，甲伊分一半的水。这个摩登客女看到偶然，伊的心啊动摇，真爱偶然，所以转去甲伊的老母讲：“我爱释迦佛的弟子，一位名叫偶然，我希望会当甲伊结婚。”而伊的妈妈呢，就甲伊的查某囝讲：“好可怜的代志，佛陀的弟子出家啦。”概率三严，无可能娶某啊！但是摩登伽利呢，恐吓伊的妈妈，伊讲我若无偶然，我都无想要活。摩登伽利崩袂食，他妈妈实在是为着疼查某囝，死不死。不知不觉啊，走入去摩登伽利的厝。
多呢知影啦。就请文殊师利菩萨去叫醒我来。后来怒目初醒，感觉真惭愧，赶紧紧走回去。摩登客里呢，对后壁直直叫，直直叫。后来到佛陀的面前，后来足惭愧，就伫佛陀的面前啊跪拜忏悔。佛陀叫后来啊。先去洗浴，甲规身躯洗会干净啦。摩登客里嘛赶到位啦，伊向佛陀讲，请佛陀慈悲，甲乌兰还我。那佛陀就讲，你爱乌兰是爱伊多位呢？摩登客里就讲，全心我拢爱。佛陀呢？就叫其他的弟子讲来，后来水的水你甲捧出来，把这汤水呢捧出来，伫佛陀的面前。佛陀呢就甲摩登伽利讲，拄只你讲爱乌兰啊，伊讲是。假使你若是爱乌兰，这汤水啊是乌兰水液的水，你甲伊啉。摩登伽利看到这么垃圾的水，谁哪会叫我喝啊？佛陀就说，你不是爱乌兰，你既然整身躯都拢总爱啊，谁哪一身躯洗下来的水你不敢喝呢？他说，我怕啊，水是这垃圾，要怎么喝啊？佛陀就说，只要身躯洗下来的水你就怕了，将来乌兰老啊命啊死啊，你会惊无？哇，当然是惊啦！在这个中间，摩登伽利头壳跌落来，好好的思考。这个时阵，大家人拢笑脸，看到呢，互相的吸引。将来呢，老是生做啥款呢？啊，哪病呢？啊，哪死呢？再讲起来，人的身躯本来就是这么真不干净嘛，我是要追求什么呢？在这个中间，刚好就正错过了啊！那种的个性呢，智慧啦，忽然间呢，安尼浮现出来。那种的刚好，因的个性呢，那个智慧啦，忽然间呢，安尼浮现出来。怎样讲？人的身体不可爱，人的身躯生老病死，新陈代谢，不断地在变，很无常。身躯有什么好可爱？所以，在这点嘛，伊开悟啦。咱来当好体会着人生啊的道理，了解一分的道理呢，就是会当产生一分的智慧，心呢都发出了一分的光芒。佛陀，伊用着累生累劫的时间呢，来面对着因缘的众生。不断磨练，不断磨练。不管碰到人啊、事啊，有烦恼的代志啊，有苦难的代志，伊呢不断去体会，不断呢去做帮助的工作。所以，伊的心光啊，已经磨练得呢，亲像一面镜。咱看镜，迄面镜，只要你若甲伊擦互伊清气，毋只是会当自照，即面镜若向外呢，会当然后照山河大地，不管千山万水，只要即面镜
在这个境界面顶呢，你就会当头看到讲哦，青山绿水呀。所以，咱的心境只要甲七回清，世间的人事物，咱都看得清。是说这面镜啦，咱若拢无要切伊，哪怕迄面镜伫一个真水的境界，规面镜拢总是无的，还是同款发未出迄份清甜照耀的境界都发未出来，所以咱一定爱伫人群中修行。在人群中，人生的苦难，咱会当去投入，但是呢，未受苦难影响咱的心。咱大家人，拢有共同一念，那就是爱，而且无挂碍的爱，无烦恼的爱，无所求的爱，干那一心要去付出。